陈怡蓉生日即未婚夫首尾陈说话抱枕当宝，情人眼里出西施贴纸，只要有了这个，既然都会爱上大雄，陈说话都可以看成死人。我记得陈怡蓉的鼻子很小巧，她是名模的脸蛋跟身材，你的脸应该是照着陈春华整的吧？哇，小 S 的眼睛是雪亮的，只要在陈怡蓉的眼里，她未婚夫整形是血泊人，却是哇，那她明明就死人。哎呀，好闪哦！未成岁啦，未婚夫昨晚替陈勇办36岁生日趴，当众给他揪出去。送未婚妻的礼物，竟然是未陈春华的抱枕。陈勇开心抱得超紧，情人眼里出西施，贴纸威力超强的。现在的生活很开心啦，所以会希望说这个开心可以延续下去，所以就希望可以。祝福我，未陈春华的未婚夫曾被曝求婚陈怡蓉时还没离婚，后来查证户籍誊本确实离婚啊，小两口走过风波更闪啊。你什么时候认识陈怡蓉？去年，就是一般的顾客跟医生的关系，保养皮肤都是很正常的。你可以爱上你的病人哦。就是一般是不太行的，应该是只能够有一次了。未陈春未婚夫啦，上节目大方谈陈怡蓉。昨晚生日趴上面，两人已经开心地在讨论婚期，等陈怡蓉五月新戏杀青后就能安心结婚去。苹果的 online 在讨论到后来没有结论哦，报道。独家爆料给苹果，精彩用就播奖金圈你指定的慈善机构，请拨电话或电子邮件苹果日报网站或 APP 的爆料专区，你爆料我捐款。